都没人啊。怎么啦？小天鹅，两只嘛。我看这镜头够不够长。哦，可以。好可爱。这是在啥呢？今天这个有个奇迹宝宝了。已经有点大只了哈。脚坏掉呀？对呀、啊，你看，所以它就瘦小。哎、欸，它脚伸错地方哎、欸。对呀、啊，要不要是一个动作的？它底，所以它底下就一只脚了哦。对，它底下只有一只脚。所以它不像那只那么漂亮。所以它才会那么小。嗯。超可怕。嗯，他们应该知道了。嗯，他脚是又回去了。对啊，没有，他脚在翅膀那里。翅膀那里。他脚把它缩回去。他好可怜，因为他脚是好一只的。小天鹅呀，东西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？四只小天鹅呢？怎么会这么多？一人雇两只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所以只有其中一只那个比较有问题。什么秘密？啊，有两只的不是吗？这是秘密啊！对，哪一只很小，一只很大？没有，它是一只比较快的。没有，这只脚也是在上面，所以正常吧。这只脚在上面，没有，左边这一只。这个脚是比较小的。它脚是也在上面，它脚可以放到上面来的。它这只脚是也在上面，有没有看到？对对。所以它可能游泳的时候可以把脚放到缩起来，放在背部吧。太大可能就没办法摆了。这大只的好像也只有一只脚。你看，因为大只也是啊，大只的脚在翅膀下面，有没有？所以不是畸形的。妈咪，你来看它的白翅膀出来的。你看，妈妈的后面的羽毛是卷的。大只的脚是也是在上面吗？
脚收起来了有没有？对，脚收起来了。还有你脚可以收起来。哦，好奇特哈。脚掌打开了。剩下掌了。好吃吗？你看那个霹雳好灵啊！老师打架了，打架了。好久没有看到小企鹅哈。我记得有一年有看到小企鹅，你们也在那边跟他哔哔哔哔哔的，有没有？好的嘞，小天鹅。这里会有企鹅。他在这边吃草。小厚，是用你的事吗？有。他的嘴巴已经在外面。他要咬我吗？这也是银杏，我已经长出绿叶了。我想吃银杏圆圆。你都往哪反方向走？什么豆豆？豆荚子呀。这是什么花？紫藤哦。所以紫藤豆。所以拿回去种，它是地上没有就是掉下来的呢。如果是旅行天的话，像豆下落地真的是最。